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一盘，这一盘的话，这个身份局李典主攻啊，这李典确实也是那个老牌的武将啊。我们看一下，哎呦，这个地方的话又多一个这个反贼。我们看一下这个将面啊，这个应该先定个反啊，他不是反，他也是内了啊，好杀。那么来解锁连环。那么这个应该也是反的，因为病中体力流失流搞我们这个都是那个比较敏感的嘛。好，这个叫蔡夫人，也是蔡夫人，那你是忠臣吗？你要不是忠臣的话，你拿他那个马吧，这装备你不拿。好好，这个地方哦，他是反贼。好，把我们这个，不过把我们这个八卦下掉。好，这个地方南蛮，哎呀，这个南蛮有点伤啊，这张比较出的，因为他这个是那个绝情神技啊，像这两个人都是很怕他的。好，我们看一下，那么西之才啊，过不上，西之才是忠臣的啊，应该人先标五个反贼了，先标五个反贼了，五个反贼。那么看他怼谁啊？好，怼一个。好，你这个让杀的漂亮，那个杀的舒服，不是漂亮，杀的舒服啊。但是我们待会儿告诉你我们的厉害的。好，那么这一下还是很帅气的。好，这个让过河拆桥，哎，漂亮，哈哈，这个手气有点逆天了啊，把这个闪拆掉了啊。那么这一下，哎呀，这就是我们这个理解的能力了嘛。好，来杀，先怼啊，怼不死的后面再怼那个。好，杀。那么你那个，因为西之才是忠臣嘛，你可以杀西之才的。待会杀西之才的话，那个拿看看能不能过出来，顺手把那个马拿走，然后再那个把蔡夫人那个。好，我们看一下过牌，那么继续杀。咱们有桃子嘛，有桃子可以跟西之才刷牌的。那这个地方就是在国战里面，哎，漂亮，过出来了。国战里面李典不是经常和那郭嘉刷牌吗？那个这个地方可以跟西之才刷牌啊。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哎呦，这地方的话其实你可以先顺的啊。然后你看这地方的话，西之才，但西之才这个地方看能不能再过出来一个黑啊。黑，好，把那个蔡夫人这个人王盾拔掉。哎，拔那个蔡夫人人王盾啊，这拔掉了不就可以直接突过去了吗？好端端这么一盘，甚至可以进 top 1的素材就这么没了。你看这就不能一轮清场了。所以说当然这个怎么说呢，也是正常现象。实话实说啊，在实战里面，你自己的思路和队友的思路没有达成一致，这是很正常的。毕竟又不是俱乐部的队友，那打多少场比赛，或者在几个赛季里，大家才有这种默契的。就这把就是说，这个技能发挥都不错，那就是这个默契没有到啊。其实刚才正确的打法真的是应该把那个人王盾拆掉，然后就直接这样拖过去，因为打死一个之后就有距离了嘛，可以直接怼过去了嘛。好。所以说如果真的实战里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是稍微淡定一点的，只要队友不是那个跳很大的号啊，这个没有想到一块儿去，这个默契，只能说默契程度可能没有那么高啊。好，所以说现在三国杀那个比赛里面打那个SCL 联赛啊，包括那个三国杀那个大赛里面，他一定要选这种队友，就是这样，因为有默契的嘛。好，那么这一把确实也是这个将面实在是很强，这个配合很给力的。哇，这个地方的话杀一刀，看能不能怼掉啊。那么来，好，冰凉寸断。那么我们继续过牌，我们继续过牌。其实刚才我们那一波这个思路还是不错的，就是李典跟那个西之才强行刷牌，这个也是不错的选择的。一旦他先补了的话，刷过牌，我们一人一张，然后他再判定一张，然后等于说他过两张，我们运气好过三张牌，这个就一血五牌啊。好。这个也达到我们这当年这个遛狗的这个高度了嘛。好，南蛮入侵，看一下啊，来看一下这地方的话，八，哎，现在在八，为时已晚呐。哦，这个他这个桃园结义家，原来这个家伙是内奸。好，那么我们看一下 ，OK。那么被勒住，哎呦，这张天锅了啊！不过天锅了也不怕啊，天锅了也不怕啊，无懈可击。那么亮他也翻不了什么，翻不起什么大浪起来，除非你那个神品过于逆天，过于逆天也没用啊。我们这还加一马把你卡住的。好，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个地方的话，顺手牵羊，那么乐不思蜀，嘿，这个地方没有过出来杀，那我们再等一下的啊。其实这一盘现在想一想，真是有点人为拖到这么长时间，本来可能真的被怼跳了。好，我们看一下这能不能过一个，哎，过出来了，漂亮，过出来乔丹了啊，好杀。
那这个地方又能过牌，在这个收益是非常高的。好，哎，扒掉了啊，这个让手气不错，手气不错。哇塞，这个地方西子台最后是欧了一把，大家看到没有，扒了两个桃子啊。张春华心里一定是很不满意的啊。我这个也是大卫的第一夫人啊，居然被你们这么欺负，他受不了的啊。好，当然那个确实历史上张春华绝食过的，就连司马懿都不得不屈服，这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故事。来看一下啊，这一把的这个是这个荀彧当中主公啊，这个荀彧当个非主流主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这张他调发你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无懈可击。好，钟繇这个武将也是非常强力的武将，就是说一直胜率在武将里面他是名列前茅，这个武将对于团队的这个光环非常大，自己又能输出是吧，又能保护自己的队友，非常全能的一个武将呢啊，也不愧是我们这个曹魏的元勋级别的人物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张角杀黑，张角居然给荀彧当忠臣，这个选将也是非常差的啊，零分忠臣啊，零分忠臣。这个我让你选出来你要干什么呢？首先第一点，你这个三级武将荀彧截命空间比较那个小，第二个荀彧截命给你一排，你也等着别人杀你，你自己有没有什么，那这个身份应该明了，这个应该是忠臣啊，我猜想应该是这样子了，身份应该是明的，总不至于这个也这个。当然他给荀彧当反贼的话，也不是说就比曹兵当反贼可能好一些，但是肯定没有来忠臣来这么给力的嘛，这是亲叔侄的，虽然说这个侄子比他叔叔还要大，但是这个辈分来说还算是叔父的啊。好，所以他们荀家真的是很牛掰的啊，你看这对叔侄啊，在这个即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这个好，也是非常非常牛掰的啊。好，因为当然就是整个一个集团里面的一个是那个像荀攸肯定是总参谋长嘛，那荀彧是中枢首脑的。好，你看这么一轮下来，我们嵇康啊，我自岿然不动。好，那么这个地方杀一刀，那么荀攸的话我们这个地方不救了，因为我们那个好，这个地方还敢开 A 啊，你这个地方找死。这个 A 开了，他为了他这样陆军可能想收那个钟繇的人头，顺便把人打死，但是这个地方你就为此付出代价了啊。好，来，那么这个地方的话看一下，这边有个桃子啊，可以保一下荀彧的啊。好，你真真假假往上上有一口酒，过河拆桥，哎，这个单拆了吧，你手气不错。好，这个单我们来一口，哎，来漂亮，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自己受到我们一点伤害，然后我们吃个桃子，我们再一点，直接把周瑜干掉，还不啰嗦啊！你看，你这个周瑜就是，所以在嵇康局里面，你开 A 啊，这个是个制度问题存在的，一旦救过来了，挨两点啊，这个题流失的。好，这个地方和荀彧打的话，我们只要有一个桃子，我们就赢了，我们这一个桃子我们就赢了，好杀杀。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看人品了，杀一刀，怎么漂亮？当然这地方的话那个如果爽有一口酒也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如果收一口酒的话，好，来他愿意杀我们的话，我们可以用酒救自己们，救完自己我们再发动技能啊。就我们这个嵇康，好看一下这一盘的话欧洲魏延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的魏延主有怎样的发挥的啊。他毕竟那个虽然说魏延清场多，但是也不是谁都可以打得出来那种清场的嘛。嘿，漂亮，这个牌那可以先那个兵粮顿断一下。好，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地方一旦袁术士把那兵中了，那就很爽了。好，那么这张他没有动了，有那可能搞错人喽，怀疑啊，这个他也没杀，难道这个是这个忠，这俩都是忠臣吗？啊，这个地方哟，这袁术士不是忠臣，兵中了就麻烦了。好，顺手牵羊，那么这个黄盖如果要是反贼也是非常非常麻烦，因为他可以打我们的嘛，远程怼过来把我们的血量压低。好，果然，哎呦，果然这一把两个黄老爷子，那刚才其实我们牌多的，所以说刚才那个黄忠打的有问题的，那他不五张牌吗，你直接杀嘛，你那个刀难道刚那个杀的点数不够吗？我看一下啊，
没看到没有看清楚，这个杀的八点肯定够啊，所以说打就用这个黄忠啊，一定要注视中意这个牌的问题的。你刚才那个一旦挂上那个武器，你就不能强中了，因为你四张牌我五张牌的嘛。好，这个反贼，我们看一下讨厌贼一号，这个是忠臣。那么反贼，看一下啊，那么应该是这样子了。如果标错，我们待会再来啊。好，那么这个地方来啊，来一波。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三个，三个。好。那么当然你三个之后的话也行啊，反正也只要能够到就可以了，能够到就可以。只不过你苦肉三架之后的话，杀就可能只能多出三次了，不过也没关系了。好，九，哎，这个张九留的漂亮啊。你按这个九的话，如果刚才用这个九用去做那个奇谋了，那这个就不能打这种毁灭的伤害了，直接来啊，直接杀。好。然后直接来了啊，南蛮入侵，还有这个 AOE 的直接开了啊，直接来。好，来，那么如果这个元素是内奸啊，那还真歪打正着了，正好收拾。哎，这里边黄云非常漂亮，三个闪啊。好，来，然后这地方的话再来一个铁锁连环，哎，漂亮。它关键这个魏延可以多出杀的话，这些属性杀也可以用的。你还比方这个杀有一个古灵刀，那怼过去那更痛快了。好，那么万箭齐发。好，他，啊，这个过牌啊比那个离点那肯定要爽啊，因为那离点要给别人要摸的，他这个是完全自己也能摸的。好，而且离点打死了人就不能忘记了，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打死了人我们照样摸的。好，来，确实是这样子啊。好，这个地方决斗一下，漂亮，这是我们魏延的日常啊，日常一波消掉四个反贼。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把他们每人打到一级，或者你手上留够足够的进攻牌的，这些什么防御牌，那个就这桃子什么就不需要留那么多的啊。好，来一下。好，那么顺手牵羊。好，那么这个地方好，留点这些无中把这场留到手也行，把这桃子我觉得都可以扔一点的啊。对，留这桃子不扔掉，留点牌在手上，欧了。看一下的二杀，那么后面应该就是那个，当然看他们几个互相打了，在这一方也不能怪这个小内的，因为这是第二轮开始的，直接就这么死挂了。好，杀。那么这个地方，哎呦，邓艾，本来邓艾可能更像内一些的，结果那个，所以这个地方桃子周泰如果是忠臣就不需要吃了，那你是那个，好，杀一刀啊 ，OK。好，那个地方杀 ，OK。好，来。那么这张铁锁连环，哎呦，这地方的话那个，哎呦，没有杀了。如果这个元素是内奸啊，那还是有点麻烦的。这元素的话它这个能力是有的嘛，杀一刀，我看一下啊。那么待会儿你可以限制一下元素了啊，限制一下元素。好，那么看一下，哎呦，断杀了。当然这也是情理之中，你这摸牌白板嘛，不过这些什么这么拆的都在手上啊。果壳拆桥杀，看一下，你看周泰不给力，你要和袁术打了，这样徒增了一些变数了。不过幸亏我们，哎，这个有点倒霉，一直摸不到杀了，这悲剧悲剧悲剧。好，那么我们杀杀，那么杀。好，这点其实可以九杀的，哎呀，又断杀了。不过这个状态差别太大了，所以纵然你袁术你想短期内回复也是不大可能了。好，这个地方继续杀 ，OK。这个地方虽然说那个最后偷进了，给他偷了一下鸡，不过状态基本上这些牌基本上都攒到了嘛，他想在短期内把我们打来是很难的，因为这个前期差距太大了嘛。好，我们最后看一下，最后看一盘细致才配合加许主，最后一盘感觉还是蛮精彩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加许主，哦，这地方的话看一下，哎，过出来我们心爱的这个南蛮了。那么看一下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他杀我们大反贼，哎，你往后面杀的吗？好，我们看一下他杀，那么杀南蛮入侵，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夏侯，哎，刚下我们，哎，漂亮，这个地方哈哈赌对了，我们特意要这个卖一下的，正好这个他是忠臣 OK， 这个地方过牌，你看这就非常好啊，这个地方你而且我们这样吃刀我们自己可以回血嘛，给细致才就回血，然后细致才那个你看又可以待会又可以给我们过牌了。
好，漂亮，这个时候再可以扒一下的啊。好，雷莎，一发，你看，这就是那个啊，这是带着个玩沙的哦。原来这个是那些。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么哦，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啊。可惜了，这个地方没有在，没有这边有来个连弩，来个连弩直接把他们碎掉了啊。好。啊，看一下这个地方杀徐氏的话，你肯定杀到队友哦。这地方的话，好一口酒，你看，啊，后面那个还有一个忠臣的，所以说不必担心。那应该是这个，这么看来应该是这个是反贼，这个是忠臣啊。好，那么果然啊，那前期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跟这个西子来非常好的配合。那我们自己掉血之后，我们吃那个回血，他吸着吃桃，吸着桃也能回血，然后我们继续开 A， 然后现在继续跟我们配合，再配上这个玩杀。好，所以这个也打出这个，好，这地方呢应该是一刀啊。好，那么杀，我看一下德不思蜀。那么这个地方因为大家状态都太差了嘛，所以说有没有那个桃。好，果壳拆胶 OK， 哎，漂亮，哈哈，五谷丰登，好，一张杀搞定。这样先把那个荀彧打死，对啊，后面交给我们来打了啊。OK， 绝掉。那么这个地方那个布列士他都不打，他的探桃都不吃了。好，这张人头，这个地方，嘿，这个张没必要打，这张他白不是米赢的嘛？这西子家做也是皮一下的啊。不过我们主视角确实是这样啊，稳坐泰山的就是在帷幕背后的长者啊，绝技天下。那么今天的精彩集锦就和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